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保全大叔小李。今天我点的呢是顶呱呱哦，顶呱呱这个联名的系列哈、哦。那他最近出了很多，那我今天点的是他这个 XO 酱的独享餐。哎，他这个 XO 酱的独享餐里面有一些新的口味哈、哦，什么椒麻地瓜条、黄金流沙球，哎，然后这个 XO 酱的呱呱包。这样一整个组合呢，在外送平台上是259、哦、比较贵，那现场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那另外它的饮料呢，我选的是它的红茶雪梨，哎，这个之前我没喝过，所以这次点的时候呢，来喝看看。好，赶快来开箱吧。来，要给各位看一下哈、哦，这就是它这个独享餐的组合。那有一个 XO 酱的呱呱包，两个这个黄金流沙球，那下面的薯条是它的椒麻薯条。哎、欸，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试看看哈。来，我先来尝试这个 XO 酱的呱呱包哦。其实我一直不太知道这个呱呱呱包怎么吃，因为它头尾都有插一个叉子。哎、欸，我是直接这样咬吗 ？OK， 我直接咬好了哈。先把这个叉子拿掉。哎、欸，拿不掉，那我就直接咬了。它一入口带一点点的辣，嗯。不过基本上里面还是这个油饭的状态，对，它就是基本它呱呱包里面的油饭。然后呢，它的味道确实是 XO 酱那个带点海鲜的口味，然后呢有辣，真的有辣哇！来，这个黄金流沙球哈、哦，直接咬开来看看。哇，里面有这个黄金流沙，好快的，还好我这个刚刚咬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开，要不然它这个里面的汤汁一定都会流出来。哦，这里面有大量的这个黄金流沙汤汁，它这个黄金流沙比较甜，欸，它是甜的，有点像蛋奶酱之类的。外面的芝麻也是很酥脆，我觉得这个光是皮的部分做的不错啊，里面的部分哈也是甜甜很好吃，只是它这个流沙真的是完全的汤汁，哇，这个吃的时候真的要小心。来，它的椒麻地瓜条哈，我来试一下，它的地瓜条其实还蛮。表面炸的还蛮酥的，哦，里面地瓜也是甜，不过它椒麻的部分就是在这个表面哦，有下一些椒麻的香料的粉，还不错，蛮特别的，这有点像你点咸酥鸡，然后它有一些特殊的椒麻口味的粉在上面，不过味道的确是椒麻味道，不是单纯的辣味。哎，那个有那个花椒的味道在里面，这个也不错。来，这个红茶雪梨，我来试一下哈。哎，红茶雪梨，它附一个，这个是紫吸管。哇，很甜的蜜红茶味道，口感上其实没那么明显，因为它只有在上半部的地方有那个雪梨，那你在喝的时候，吸管插下去可能。就是红茶的部分。这个如果打开来直接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这次点顶呱呱的这个 XO 酱的独享好独享盒啊、哦。那这个独享盒里面呢，不管是椒麻地瓜、黄金流沙包还是这个 XO 酱呱呱包，我觉得这三个哈、哦、它味道都很够哦，呱呱包的 XO 酱味道。那黄金流沙球里面哦，那个流沙的部分真的非常多哦，汤汁非常多，椒麻地瓜的味道也很够，那个花椒味道很出来，所以这个我还蛮推荐的哈、哦，大家可以试试看这样一份外送平台259 ，OK， 给大家参考一下喽，拜拜。